境之巅，战况瞬息万变，欢迎收看《第一战报》，我是主持人玉文。8月1号，随着世界羽联召开了发布会，确认剥夺了包括于洋、王晓李在内的总计四对女双组合征战本届奥运会的资格后，于洋亲自转发了世界羽联的微博，并留下：“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比赛了，再见国际羽联，再见我挚爱的羽毛球”的伤感评论，暗示自己将就此挂拍，结束自己的羽毛球生涯。而再次重生，选择性放弃比赛，缘起搭档的受伤以及合理利用规则，并直称世界羽联的决定击碎了运动员的梦想。